方一上来呢，瓦尔德尔领先的多一点，然后孔令辉逐渐把比分追了上来。高水平运动员的一个标志。Variation wins in the point.等点发球，摆短，好的，2-0战胜了瓦尔德尼尔。好的，好的，大家看到孔令辉在第一季的比赛里冲。好的，这球打得非常漂亮。今天在相持过程中，孔令辉是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是3-2胜了施拉格，进入前四。好球！大家看到孔令辉这个相持能力非常的强，啊，他的手感非常好。有的时候呢，啊，球他动步法来不及的时候，他可以用手法调整。非常多，摆短，6-12，好漂亮！大家看孔令辉在变线的时候，动作的一致性掌握得很好，啊，似乎好像在拨斜线，手腕啪的一撇，一个直线出去了，现在6-13来了。结果瓦尔德尔接纳住抢攻失误，这样孔令辉在之后，然后转期到了荷兰和马来西亚，分成两部分来举行。那么这时候国际乒联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困难，所以他特别感谢中国的企业对国际乒联的支持。而且大家看到这次使用的球台球网都是双鱼台，也是中国的。那么乒乓球呢，使用的是乒乓球和球台是双鱼的。那球网呢是红双喜的啊，都是中国的企业资助，这也表现了我们国比较转，啊，慢速加力的比较转，削球的时候你拉的旋转越强，它削过来越转。你看他正手，他换板削了，刚才他的弹球还是面对，这个主要是摩擦球比较好，对啊，所以长胶呢就是胶粒冲外的那种软胶，对，通常在1.7厘米到1.5毫米之间，1.7毫米这个速战速决。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呢，是领先6分。大家看这短波动部队的比赛里啊，表现得非常好。而呢，采取了发球抢攻，啊和不断反攻的办法。拐弯的这个球，啊，孙杨浩几乎是没有接起来一个，啊，这个接到了。Voilà, il sait que Kong Linghui peut jouer beaucoup mieux. Il vient de le prouver là. Le numéro 2 mondial. Encore une différence d'âge énorme hein, entre ces deux joueurs. 24 ans pour le Chinois. Attention,
不是我。中间大脚再拉中间中间再中间还是中间够不到的地方是这样有战术各种不断的变化好球赢这局现在孔令辉是4-1领先在这种情况作用漂亮好的走走好的有机会欣赏对旋转墙中间这几天比赛也在打得最精彩漂亮的一场比赛。